早餐来了，快吃吧。没啦。啊？还想要啥？你一大早上就吃这个呀？这不是很好吗？我每天都吃这个。你太需要一个人来照顾你了。行了，我去给你们做早餐吧。啊？我比较喜欢吃自己做的早餐。不是，我这怎么了？挺好的呀。做了这么多啊，这能吃完吗？不过倒是挺丰盛的。等等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，低脂卡路里，还有高颜值，师傅，尝尝，看着不错，你的也不错，但是三明治热量太高，咖啡会阻碍身体对铁的吸收，所以这些都不适合当早餐吃。但是，一大早上吃这么油腻的煎饼，你的热量也不小吧？小米粥，充足的碳水化合物；鸡蛋，优质蛋白质；蔬菜饼，补充充足的维生素。这些才是营养的早餐。食材有限，只能这样。不愧是医生啊，学习了。不过我的也不差呀，综合果仁可是点睛之笔，营养又健康。师傅，快尝尝。吃面包，一块吃吧。哎，这样，你们呀，还是自个儿吃自个儿的啊。实在不行，你们换着吃也行。赶紧吃，吃完呢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师傅，你都看我做这么好的份上，要不要长期收留我呀？以后我每天都给你做早餐、下午茶、宵夜，24小时为你服务。专家公寓有规定，不是夫妻男女不能合住。你赶紧吃，吃完回去。你没事啊？还有你，不上班，快吃吧。哎呀，师傅，我手突然好疼啊！我开不了车了，也没有闲钱叫代驾。师傅，你带我去医院吧。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复诊。不用，不用，劳烦你另外一把刀了。我这是皮外伤。所以啊，这么高的待遇，你还不让我帮你看？疼！你们俩慢慢看病啊，我吃饱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啊，疼！不用你了。来，拿这个。关键啊，这怎么了？来来来，别着急，我来。你倒了，他刚下车他就倒在这儿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一人为一，一人为二，一人为三，一人为四。妈，咱往后站一点，好好的安全。心脏？心脏和呼吸骤停。啊？打120了吗？